大家好，我是彭小哥。今天咱们做的是油泼面，简单，好吃。这个油泼面相当好吃，来给它搅拌一下。这油泼面里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放点那个豆芽会更好一点。今天去超市的时候呢，豆芽被老头老太太给抢光了，我就没买着。不过这样还是很好吃的，往里面放了点油菜。好几天没吃土豆丝了，今天炒个土豆丝吃。没有过水，有点黏。我得去盛碗面汤喝。还是这面汤好喝。今天这面条煮的有点失败，煮的时间太长了，应该是有点粘，粘在一起了，不筋道就是。底下好多蒜，得挑下去。
吃完了，底下那个小渣子就不吃了。这个后面没过水，真是好热吃的嘛，吃的我满头大汗。哎呀，行，饭吃完了，今天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。我是彭小哥，有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下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